晚清全家福，妻妾成群常态，三寸金莲为美。李鸿章家人颜值高，晚清贵族夫妻罕见老照片，两人都有点拘谨，表情还是挺喜感的。贵妇的三寸金莲在当时来看是美的象征，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枷锁。晚清官员一家三口罕见合影，小男孩可爱，唯有官员和妻子显得拘谨。晚清大户人家罕见全家福，男主人和他的两位妻妾长相清秀，身材娇小，在当时以娇小为美的时代也是大美人了，并且妻妾成群是常态。晚清重臣李鸿章罕见全家福，有两位正室夫人，三个儿子，个个颜值高的离谱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